好久没有可以这样子开怀唱歌啊，因为人家都不让我唱啊，大家这个都不知道啊，其实我是歌星起家的啊，啊，但是今天啊，这不听不知道，一听吓一跳，我也觉得我还是好好的做个演员主持人就好了啊。今天录下来觉得这个节目的音乐性也强，然后在当中还有一些小的这个环节的设计啊，让我觉得的确是非常具有可看性，还有最重要的应该也是我来了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台湾大歌厅，也多支持这两位双金的主持人啊，我们的阿吉赖、沈文成哥，还有新梅。那当然希望也常常找我来，好不好？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哦！啊，我就是住在嘉义，我就不走了啊！我回家真好。好了，谢谢，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跟大家在台湾大歌厅这节目里面见面。谢谢，谢谢，我爱大家。啾咪。今天我是酒路的，酒卡路。我来就开路了，我是爱啉酒的。不是，我不是酒家女啊。是，我今天没有，不要老是演酒家女，都不要你看躺。等你坐坐，你坐另外的椅啊，头前这就是酒家女。这我都快转行了，到底。这个就是这样，然后一手就算摸在里。对，哎，姓邓的，你怎么不来啊？姓邓的啊，你不应该来啦。那我已经三年没开张了。好惨，三年才差不多三年，三年没开张了，就知道了。出租师都已经长满那个，我多啊，喂。好，咱个头家讲，咱来去出外景哈，我来去煮面，拍煮面，钓鱼，哎，钓鱼。然后煮面，那来去那个有没有？煮咖啡，来生活不一样的生活，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台湾好好玩，跟着我去玩就对。你看老师，你看老师，后面有哇哇，你看老师的，后面有一个在看，哇，好舒服，原来按摩这么舒服。对啊，我怎么都没有这种待遇。老师吃醋了，然后没敢聊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